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class of New Concept English 2. I'm Shadow here with you. 各位同学好，欢迎大家来学习新一年二册。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九课 A Cold Welcome。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单词的部分。先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Welcome。Welcome 这个单词大家很容易读错，因为这个单词的后一半就是我们以前学过的动词来。我们读动词来的时候，读成 come。Come，O 这个字母发的是啊这个音 ，come。但是合在一块儿之后呢，这个单词大家千万不要读成 welcome， 这个 come 就错了。这个时候 O 发的是字母 r 的音，所以请大家读成 welcome，welcome。好，这是第一个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字母 O 的读音 welcome。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个词的词性。Welcome 这个单词表示欢迎，它可以做名词、动词来用，它甚至还可以作为形容词来用，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Welcome 可以表示名词，我们本篇课文的题目就叫做 A cold welcome， 一个冷的欢迎。那大家想，一个冷的欢迎是欢迎呢还是不欢迎呢？很明显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欢迎。那如果想说一个热情的欢迎怎么说呢？很多同学一看到了 cold自然就想到了它的反义词是 hot，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hot 这个单词它表示的热度通常会比较高，就像我们用来形容水 ，hot water，hot water 一般都指的那种非常热还喝不到嘴的这种水，所以大家想，一个朋友来了，我们表示欢迎，只要温暖就可以了，不需要这样过于的热情，因此一个温暖的欢迎，我们通常会说成 a warm welcome，a warm welcome。Welcome 除了做名词之外呢，它还可以作为动词表示欢迎。比如说，我想说欢迎你 ，Welcome you； 欢迎新年 ，Welcome the New Year； 欢迎到北京来 ，Welcome to Beijing； Welcome to Beijing。Welcome 除了做名词、动词之外呢，生活当中，尤其是口语当中，这句话大家常常听到，就是 You are welcome。在这里 ，Welcome 就表示受欢迎的。因此 ，you are welcome， 就可以翻译成你是受欢迎的。那很多同学会觉得很难以理解，为什么 you are welcome 表示你是受欢迎的呢？我们口语当中经常用 you are welcome 来表示没关系，不用谢。其实大家会发现，生活当中的场景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向别人提供了帮助，这个时候别人会说感谢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你，这个时候我们跟人家说的是 You're welcome， 所以如果直译过来就是你是受欢迎的。但是大家会发现中文当中这样说会比较奇怪，一个人谢谢了你，你跟人家说你是受欢迎的，这样不太好理解。我们中文的习惯就是会在人家说了谢谢之后来说不用谢，别客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中文当中 You're welcome 用在 Thank you 的后面经常会翻译成不用谢，别客气，原因就在于根据上下文的场景我们捋顺成了合适的中文。但是其实说到底 You're welcome 表示的意思就是你是受欢迎的。所以同学们，我们回头来总结一下 Welcome 这个单词，大家一共需要注意两件事儿：第一个读音不要读成 welcome， 读成 welcome； 第二个注意一下意思，它表示欢迎，可以做名词、动词、形容词。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单词 crowd。 crowd 作为名词表示人群，如果想说一大群人，人很多，我们可以用 a large crowd of people， a large crowd of people。 一群人站在这儿，大家站在当中势必会觉得很拥挤，这个时候如果想说拥挤，我们就可以用 crowded， crowded 加上 ed 把它变成了对应的形容词 crowded。 接着看下一个单词 gather。 gather 作为动词表示聚集，这个单词稍后各位同学还会在76课当中见到。76课还可以表示收庄稼，为什么它可以表示收庄稼呢？大家想，把这些庄稼都聚集起来，不就是把它收起来吗？所以它可以表示收庄稼，本身的意思就是聚集。hand，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单词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我们小的时候就学过，它可以作为名词表示手。那大家想，人有手，但是这个钟表啊、机器啊，它没有手，所以我们对应的把这个叫做指针。
既然它可以作为名词表示手，对应的 hand 就可以作为动词表示用手传递。所以如果想说把某个东西递给某人，就可以说成 hand something to somebody。hand something to somebody。大家可以一个箭头引到32课去。32课我们讲 shopping made easy，购物变得很简单。这个女士每次拿了一件衣服递给服务员，人家帮她包起来，她没付钱就走了。就是讲了这样的一件事儿：hand something to somebody，把某个东西递给某人。我们接着看下面一个单词 refuse。refuse 作为动词表示拒绝，请大家注意一下，它后面一共可以接两种东西。第一个，如果想说拒绝什么人、拒绝什么事儿，我可以直接用 refuse 后面加上名词代词。拒绝了你，refuse you；拒绝了一个请求，refuse a request。request 请求，我们在第5课当中就学过了。这个词组拒绝一个请求，大家还会在29课当中见到。如果想说拒绝做某事，我们还可以说成 refuse to do，refuse to do。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refuse 可以加名词代词 somebody something。也可以加上 refuse to do。好了，最后一个单词 love，love 表示笑，请大家注意一下。其实表示笑，我们还可以用 smile。那 smile 跟 love 同样作为动词，有什么区别呢？love 通常表示的是大笑，而 smile 通常表示的是微笑，所以它们之间的区别，请大家注意一下。大家还可以记住一个词组，叫做 laugh at。laugh at。表示嘲笑 ，laugh at somebody 嘲笑某人。大家会在63课当中见到这个词组 ，laugh at something 嘲笑某一件事儿。大家会在82课当中见到这个词组。请各位同学在笔记上标注好这个课数，因为大家会发现，在前前后后的课文当中我们都会遇见，所以请大家做好笔记，我们可以不断的进行复习，帮助大家加深记忆。好，以上就是第9课的生词，我们就讲到这儿。